用魔术来挑战我，很好，我要把你做成柴堆。 我操！ NB， 这太远了，我不好去啊，兄弟。好的，我会小心的。天机，哒哒哒哒。 献祭，哒哒哒！感谢天赋的丰富。不交一只炮是要漏的。嗯。献祭，哒哒哒！ 红线吧，不着急，下路率先拔得一血，带了个坚决，三强了，你是泰坦的什么？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。 差钱买 CD 鞋给他来一句，没事杀了就行，杀了就行，问题不大。今天是剑魔专场吧？看阵容选的，诺手也玩了，只是可能他没回家这个查理文经验，我操，太 BT 了。 嗯，这个眼放的也挺 BT 打六级了，他没掉经验，他在草里偷偷吃经验了，没漏什么经验的。这么长吗？这也 Q 到我了。 他得交替 了，我能省个 TP。 我操，这你能把我链子扭了？链子中了，他可能要交闪了。 这走位有点没看懂，把哥们要绕晕了。我来直播能打个闪的。我的链子是能拉断他的 W 的。 在一些特定的时候的话，嗯。
曾经抵抗虚空。他在塔下应该是没走，看要不要啊？不想控制推线，我已经打得太没意思了。推线还能拿个塔皮，大回城了，大树没大。这兵线不好意思，谎报军情了，我的。上得你扛啊，我扛不住啊。啊，哥们人被打飞了，兄弟。根本人被打飞了，我也想帮你的，只有点帮不到。人被锤飞了，飞出去了。波比大招，你要进攻，怎么不好躲？人被干飞了。I'm so sorry。负伤补伤害不要怕，没有 Q 技能学个 E， 这样我能加点吸血。还好我这波有 TP 啊，那么带点下路这波爆炸了。你 Q 技能没了，你加 Q 技能不加伤害的，但是你只要学艺的话，它是能够直接提升这个全能吸血的，虽然可能作用不是那么大，但是如果你就差几滴血的时候，它作用就大了。很多时候一点东西就能改变很多东西，
就比如说最后一波团战，你就差几滴血了，你就能打赢团战，然后把对面一波了，你就差这一点，那你游戏还是会输的。但如果你有这一点，那就赢了。拆呗，大树踢过去了，一起吃一起吃。下路。赶紧出塔！你这么严重吗？操！抓到他一套，把他的卡了！我操！我在卡他的视野，视野是卡他，人跑了。他妈视野是卡挺好的，这他妈的这来不及了。先拿双水晶鞋吧。给我们 C 了呀，这把不 C 不站出来的话，或者说站不出来的话，就要G，不知道我能不能顶得住。昨天有一把是泽利，但是这把他优势比我大。先秒一个呗，还是先打大树呗。练到他了，没闪就死了。Nice， 算是打赢了。这塔拆不掉，没什么小皮。啊！这我不来啊，这不，你小心吧。啊，一换一啊，还行还行还行。等小龙吧，泽利训刃了，小龙必须得团了，他们三条小龙嘛。哎呦，我就差这一个跑车钱。我撤，这不是搞我呢啊！他妈一滴血锁住了。等我一下，我有踢的，别急别急别急。
我就差这个炮车钱呢，急死我了。把这塔先拆了吧，还是我们放先锋直接拿龙？有两种方式，一是逼中塔，二是直接拿龙。直接 TP 了，注意一下，我还没到呢，等我一下。OK， 我人到对面了。交给我，交给我，你别追，你别追，你让我来呀、啊！你不用来的，交给我就好。这艾克还非要过来，我自己就能杀。让我来就好了。回来了吗？主播不是一直都很在状态吗？啊，什么叫回来了？主播什么时候不行过啊？只是比较少吧。啊，虽然也有不行的时候，哦，但大部分时候还是挺行的啊。他要打断我了。坏，这，他探照看到我了。他强行打断我，我想过去过不去。是的，还好大龙没刷。还是拉回来，大龙。大龙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我这波被定在塔下了。大龙。被大树给困住了嘛？哎呀，不该死的，这不死了有点丑陋啊！这他有闪没闪我就死不了，他闪现把我最后一段吸血给躲掉了。是的，没闪，主播顶着防御塔直接五杀了。为什么自己能跟换了个人一样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是我之前很菜，我之前也不菜，好吧？上个号我他妈晋升，换这个号来找第一了啊！不真以为主播很菜吧？我火火那个号晋升也很多的，号不行而已。一把差十分，这怎么上得了？上不了。
想去带波上路线，得小龙吧，稳扎稳打，稳扎稳打，上波能操作，我只能说，可惜他有闪啊，我没闪，我是操作了的。完了，不是说等小龙吗？我这不来不了，我不在，应该打不过。不稳健啊，兄弟们！他没闪的，我不知道你们俩能不能打过的。还行，一换一的话能接受的。这样有点亏。如果能给我直接来个这个龙魂，我就猛了呀！这龙魂加治疗和护盾效果，怎么能加我的吸血？非常的顶啊！这个龙没闪，能不能直接给我来个龙魂啊？很急！快来快来快来！错了，我撤，躲一下这个波比的大招呀。推开机跑，你跑结束，兄弟们来我这，来我们这一波了。来我们这够了。就在我身边，泽利这波没大招，输出不够啊！大灭，呼！你扭个 W， 拿下，兄弟们！回放一下，哎，把把都有的操作，没有必要吧？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！基本操作没什么意思啊！